我是想跟大家說，我是在這個醫療圈裡面，因為我是沒有預賺錢，我沒有抹上去的，但是原來他也有傭給我，我不知道的，是一咁撚少錢，屌你老味！因為點解咧？10,000蚊港幣俾咗5% discount， 即係9,500啫嘛。屌你9,500做咁多嘢，我點能夠 expect 你做9,500俾翻？原來做9,500俾翻我。仲要係有時一個病人或者體檢者有2至3個醫生去招呼你。係啊，好啦，咁我啤你點樣咧？屌你老母！呢啲已出之物，我哋怕呢間醫院點解？因為呢間醫院係全馬來西亞最平醫院。點解佢最平嘅醫院啊？因為佢唔係一間牟利醫院，佢一間做慈善嘅醫院。咁我當然就係要屌你啦，我唔使啦，我話俾翻你公司用啦，我哋睇張相先。嗱，我啤你好識沽名釣譽啊，你見唔見到啊？深州華人接生院 NSCMH 嗱，而家嗰側邊嗰兩個咧就接收嗰兩個咧醫院嘅朋友啦，咁我中間個咧就係拿督啦，咁同埋我哋喺馬來西亞嘅同事明明啦 ，OK， 咁我咧就叫5,000蚊馬幣，其實唔係好多，即係10,000蚊港紙。喂，呢啲環境，我哋。喂，我攞10,000港紙，咪做咗最多同林康正啊，同埋班友仔打慘邊爐。但係5,000蚊馬幣咧，可以幫佢哋請到個可能2-3個，即係啲阿嫲咁嗰啲咧，就可以照顧病人好啲。同埋佢呢家係專做洗腎嘅，佢將好多錢擺入去幫人。係啊，幫人洗腎。去洗佢洗腎平均都100蚊一次港紙，甚至乎你100蚊都俾唔起全 fee。OK， 所以見唔見到啊？呢張相影得個特別靚仔啊，因為我點解做善事啊？為善啊。OK， 好，翻返嚟。屌你老母！即係有啲人話：喂，你 sell 吹到不得了，唔好聽我吹，自己去睇下啦。起碼俾個選擇自己，唔好日日喺香港屌你戇鳩鳩。屌你老母，做得乜撚嘢啊？